再次是上次他，他可是你们温春姬。不用，我叫体云影都抽机关系，走，给我继续抽。我孤狼不是在爆炸中死了吗？怎么在这儿？老大，北景萧家的保险柜钥匙就在东北角方向的第一个房间里。 没想到大名鼎鼎的孤狼竟然也能栽到我的手里。老大，你没事吧，老大？ 按住他！慢着，姐姐，我是真的很爱姐夫，而且。 我已经怀了他的孩子，求求你把他让给我吧！啊啊啊！我的孩子，我没有推你，凯哥，我没有推他。要是他有什么三长两短，我一定不会放过你。凯哥，还愣着干嘛？只要你和他剧情一样，快去输血。孤狼没死。 竟然重生到了这个女主身上，你放心，这辈子孤狼一定会为你报仇。江云，发什么疯？给我躺回来！莹莹还等着救命呢。算什么？凭什么牺牲我去救江莹莹？哼！江云。 如果你敢伤莹莹，我已经杀了你！哼，江莹莹，你果然是假怀孕。姐姐，求求你别伤害我的孩子。 我不会伤害你的孩子，我会刮花你的。江云，你疯了！不要，别过来！你没事吧？他当然没事。你看见过哪个大出血的孕妇这么精神利索？ 这个就是他大出血的真相。凯哥哥，对不起，我错了，我也是因为太爱你了。如果没有你，我真的活不下去了。没事，不怪你，都是我不好，我没有给你足够的安全感。打住！我实在是不想看到你们这对狗男女在这儿卿卿我我。你不是想要这个吗？ 我不要的垃圾，
哥，都这个点了，我看少家天庭不会来了。奶奶也真是的，临死之前你也定了这样一桩婚事。是他，北景霄。老大，这小玉佛曾在北景霄的私人展中出现过，找他干什么？小时候好像带过这个小玉佛。你的意思，他可能和你的身世有关？外界传闻我暴力嗜血，是个年过半百的地中海，怎么会有人愿意嫁给我？我愿意嫁给你。哥，你这么无趣，以后谁愿意嫁给你呀？天笑哥哥，我愿意嫁给你。你是谁啊？江家江鱼。你说我就会信吗？信不信无所谓，反正你会查。正好你被割了，而我在结婚仪式上被未婚夫给绿了，同是天涯沦落人，不如咱俩。你去找别人吧，我没有功夫当你报复渣男。哎，等等，如果我说我能治好他的腿呢？哥，他肯定是个骗子。这腿不是先天的，那也有六七年了。给我三个月，我一定能治好。阿少，你有反应了？怎么样？你现在愿意跟我去领证了吗？哥，刚才我不疼，他是个骗子，你别跟他讲。不疼。走吧，走啦，哥。好的，我知道了。哥，查的怎么样了？那丑八怪是不是个骗子呀？他说的都是真的。对不起，哥，都是因为我，才害得你和那个丑八怪结婚。你用不着自责，对我而言，结婚上只是找一个名义上的妻子，完成奶奶临死前的心愿而已，是谁都一样。我好了。干什么？我又不冷。穿上，要不然上楼。果然跟传说中的一样，不进一死。我已经知道你的目的了。难道他猜到了我是为了任务而来？你想利用我来报复负了你的渣男？啊？难道我猜错了？哦，对对对对对对对，不愧是职场北家的北大总裁，真是一眼就看穿了我的小心思呢。你为什么非要选我哥？因为你哥长得帅啊，比那个渣男帅一千倍一万倍。报复一个男人最好的办法就是找一个比他还要帅的男人，这样才够爽。谁啊？江宇，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竟抢你妹妹的男人，还害她受伤，赶紧去给他道歉。这难道是原主那偏心的亲生父亲？你怎么不说话？江天成，你还是我的亲生父亲吗？竟然偏心成这个样。如果我不关心你，你就会像你哥哥那样被打到受伤住院。哥受伤了？你哥为了在婚礼上救那卓凯的保镖打断了肋骨，还毁了容貌。明天上午你去道歉，下周就给你安排了相亲。
李烨，派人跟着邵夫人。阿云，你怎么样了？他难道就是江怡的亲生哥哥江修泽？你的脸。阿云，不用担心，哥没事儿。上辈子我固然没有体会过亲人的滋味，这一世赐给我一个哥哥，一定护着他。那个哥，你放心，我一定会治好你的脸。什么？我们楚家可是大户人家，娶一个连妾生都不算的女人，算怎么回事？妈，你怎么能这么说话？阿姨，江瑜他已经结婚了，你就成全我和凯哥哥吧。你闭嘴！江瑜那孩子可是我从小看到大的，他什么秉性我最了解，一定是你奶逼的，他才不得已找人陪他演戏。这怎么可能啊，妈？那你之前见过和江玉结婚的对象吗？江雪是他背着凯哥哥找的野男人呢。妈，凯哥哥，你所有的女人都像你这么贱吗？妈，你太过分了！我不管你同不同意，这辈子我只认他一个人。我们走。你个逆子，气死我！凯哥哥，都是我不好，害你和阿姨起了争执。要不然你还是去娶姐姐吧，我愿意退出。李莹，你在说什么？我告诉你，这辈子我非你不娶。凯哥哥，有你真好。要是江玉能消失就好了，我妈也不会一直惦记他了。消失？哼。这件事情就交给你吧。你这小子的品味还真是越来越差。喂，老子不做你听。皮又痒了，不仅敢在老子面前称老子。偷喝我的洋酒。老大，你没死啊？哎，你这脸。前段时间出任务，差点被炸死了，你杀了我。这不正好江一这个女人死了，就按着她的脸找一下。太好了，太好了，老大。这么说，你要以江玉的身份一直活下去？嗯，这样既省去仇人追杀，又方便查自己的伤势。喂，喂，江玉，方不方便聊一聊？江玉，我还没来得及找你，你还有脸走？你不敢就算了，反正你和你那个窝囊废的哥哥……闭嘴！地址发过来。老大。需要做什么？我帮你。你去医院帮我照顾江修泽。太好了，太好了，老大！我就说吧，这个女人肯定别有用心，竟然跟其他男人勾勾搭搭，黑客老母。喂。什么？我马上过来。哥，你去哪？哥，江宇，没想到你胆子还挺大的，还敢一个人过来。比你那个废物哥哥呀强多了。啊，你竟然敢打我。啊呀。
不要过来，你不要过来！你不能杀我！我不杀，我只管问你，你能还好我哥的脸？的脸不是我划伤的，是朱凯，是朱凯找人做的，跟我没有关系。喂，不好了，老大，江秀泽在医院自杀了。什么？我马上来。我哥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我要江鱼死！老板，鲁超撞夫人，直接打过去，快快！听说夫人你被绑架了，李毅，去查，到底是谁干的？是老板。慢着，虽然我很感谢你救了我，但这是江家的事儿，我还是希望你交给我处理。老板，这好，听夫人的。我哥怎么样了？暂时没答应。哥好好的，怎么会自杀呢？安云，哥哥没有保护好，哥哥对不起你，不能再拖累你。老大，我已经查到了，那个开车撞你的人确实是江莹的属下。朱凯，江莹莹。喂，事情办得怎么样了？对不起，我失手了。什么？失手了？这一群废物！你这个贱人命真是够硬。哥，这个女人简直就是扫把星，都怪她害你受伤。这件事情与她无关。你还维护她？这个是我老公，维护我。你哥怎么样了？嗯，他没什么事儿了。那就好了。明天我要去邵家参加个宴会，你陪我去。邵家？难道是那个原本要和你订婚的邵家千金？行吧，你都帮我两次了，那这次我也帮帮你。哥，可是你的伤。没事。爸，我才不要嫁给北景霄那个地中海丑八怪呢。你闭嘴！若不是我和景霄奶奶是好友，咱们邵家压根儿就攀不上北家，更何况
那说不定是传言呢。爸，即使是传言，玉香也不能冒这个风险。你们俩，你们，景霄，携夫人，祝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你是北景霄，你不是那个地中海丑八怪啊？邵小姐，看来你不仅没礼貌，眼睛还有问题。我老公这么帅，怎么可能丑八怪呢？景霄，来，你不能走。他是我未婚夫，跟他有婚约的人是我。邵小姐，你说跟我老公有婚约，那还请你不要纠缠我老公，要不然生气。爸，我后悔了，我一定要嫁给裴锦霄。哼，乖女儿，爸说，让我找几个流氓把那个女孩给，看他裴锦霄还要不要这双破鞋。爸，答应你多找几个流氓，越丑越好，让他在我面前嚣张。你终于醒了。你为何要救我？哥，你不要丢下阿雨一个人。你放心，我不仅能治好你的脸，还能替你报仇。我们乔家已经进入末了，无法与楚家对抗。哥，你信不信，我马上能让楚凯给你下跪道歉。给我一分钟。哦，这是我的好朋友。不好了，朱总，公司系统被黑客入侵了。什么？快，快找人去拦截。挂了。让我来。搞定。怎么还没来接直播？都干什么事了？是你找人做的？嗯。你想做什么？听着，你现在带着江隐隐来医院给我哥道歉，要不然我会把你公司的机密给你对讲。你敢？朱总，不好了。西城胡家拿到了我们的金牌底价，正在股市上疯狂打压我们。小雨，我答应你，我道歉。楚凯，我要你跪下来向我哥道歉。小雨，你太过分了。你还有三秒钟的时间考虑，三秒过后，我可不敢保证你楚氏地段还剩下多少。好，我答应你。全都恢复了。好，我知道了。老板，公司系统已经全部恢复正常。对不起，我不该找人向你动手。你的医药费我会全部承担。你这是认错的态度吗？阿雨，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吧。好，哥，我听你的。但若有下次，我收拾你。去了医院？嗯，你们就在门口守着。他终于肯露面了。不行吧？给北景霄戴绿帽子这么一件大事儿，我可得亲自去看病。行。你要注意安全，别被别人发现。老板，有辆
车出了点故障，但是找不到原因。这点事都处理不好。行了，我这儿没什么事了，你先回去吧。好，处理完马上回来。哥，这瓶药膏你坚持用，脸上的疤痕很快就消失了。算了，阿月，连医生都说我脸上的伤，就算整容也恢复不到从前了。哥，你就相信我，我可是神医圣手的徒弟。神医圣手，你什么时候拜他为师了？我，哎呀，师傅让我保密，我就没告诉你，你不会怪我吧？没关系，哥不怪你。哥，这张卡你先拿着，你就别回江家了，留办公司吧。阿月，这可是黑卡。这是师傅给我的，你先拿着用。可是。别可是了，等咱们趁了钱再还给他不就行了。哦，阿月，哥一定会让你过上好日子的。嗯。喂，你去医院了？不要查我，不过也正常，像你们这种豪门大户怀疑我。我不是这个意思啊。美人儿长这么漂亮，陪哥俩喝几杯。不想死的话你给我滚远点。嘿，小妞性格还挺烈的嘛。我爷就喜欢你这样。你在哪？我还有事儿，先挂。蒋玉，舒焕。喂，闭上，去医院。江鱼，等你成了破鞋，看北锦霄还会不会要你。你们几个别犹豫了，赶紧给我上！李毅，开快点！老板，这已经是最快了，快点！等着我呢。是你们自己去警察局，还是我送你们去？美女，别挣扎了，来跟我们玩玩吧。好难受，我马上送你去医院。我送我回家，快！好，回家。好难受。江玉，你要不要脸啊？大白天就勾引我哥，他遭人算了。我哥他们这就入洞房了。不行，我想要了你，但是我希望你是心甘情愿的给我。不行，快走，快走。老公，就是这药效，有点强。你干什么？江宇，江宇，
审得如何了？抱歉，老板，那几个流氓半路让人劫走了。知道是谁干的吗？正在查。给你三个小时，务必查清楚。是。都处理干净了吗？我让那些流氓今天晚上就离开，应该不会有事。这不是应该，要确定。要是让北景霄知道是我们邵家干的，那我们邵家可吃不了兜着走啊！哎呦，爸，您别担心啊，这个事儿我处理的非常干净，而且那个地方根本就没有监控。以免夜长梦多，还是让那些流浪汉离开汝城的好。说的也是，那我这就找人着手去办。啊，老板，查到了，是少将。大晚上的，让不让人睡觉了？老爷，不好了，北家来人了。什么？北总，这么晚了，您来有什么事儿吗？把人带进来。把人带进来。萧炎，萧炎饶命啊！萧炎，都是他们指使的我。萧炎，我不知道他是夫人了。你胡说！我什么时候指使你干过那事儿了？分明就是你自己见色起意，跟我有什么关系？爸，怎么了？花莲怎么回事？还没有出去。萧哥哥，这事不能怪我。本来跟你地下婚约的人是我，结果江云那个贱女人非要横插一脚，要怪要怪就怪。北总啊，毕竟您奶奶和我少家情分不浅，要不然也不会定下这门婚事啊。若不是有这层关系，明天荣城便不再会有你们少家。小哥，我从今天开始，你我们两家便再无半点关系。再跟你太太一个拉，我让你们整个少家死不葬身之地。行，那个红脸精霸占了我北家家主夫人之位，夺走了属于我的一切，全部夺回来。你要是再敢，会连累我们整个邵家的。上次是我不小心，这次不会了。爸，这次你放心，一旦成功了，到时候我们整个邵家都会跟着飞黄腾达的。我们这次就要爷爷出来。吓我跳！等我跟他生米煮成熟饭之后，一切不都好说了。李晴，你说的不错。原本是个小家族，一旦和北家关系破裂，届时不就只能是日渐衰弱了吗？好，那我们就破釜沉舟试一试。昨天晚上，谢谢你啊。难不成昨晚你们就生米煮成熟饭了？说吧，什么事？这次给你找了个不错的人，我安排了你们周末相亲。给我找了个不错的人？哦，我想起来了，不会是你前几天给我发的那个五六十岁的糟老头子吧？那你还想找什么样的？就你这声名狼藉的名声，你还想找个富二代公子？我这名声怎么了？明明是江毅那个绿茶婊抢我男朋友，我才是受害者，好吧？我没空跟你扯这个，这个周末你必须给我去相亲。我要是不去呢？你敢？嗯，那就试试看。太太，二少爷的药熬好了。你不会是怕苦吧？你才怕。
你当过三岁小孩呢？下次自己准备。我跟师傅啊，宋家主，老板有事，你干什么呢？我要见梅总，你别拦着我！宋家主，别拦着我！宋家主，老板有事，别拦着你！你不能见梅总。老板，这你下去。邵老爷子今日到访，需要吧？医院一件事。确实是你相的时候是这样，我明天准备在清水大酒店摆上一个席，请你去吃饭。不用了，你想，我和你奶奶生前关系挺好的，还希望你能给我这个面子，否则的话，我是过意不去的。至此最后一次。以后不许拿我奶奶说事。没有保险了呀？难道老母给的信息骗我？臭娘们就是墨桥。离婚了，不加微信啊？说什么呢？老大，你来了。最近行情不错呀，是不是忙着追妹子，业务都荒废了？老大，这话什么意思？我找遍了整个北家，都没有找到北锦香的保险柜。不可能啊！你肯定都找什么地方了？情报不会有错的，小玉佛就在北锦香的保险柜里。整个北家就北锦香的卧室里来了一句，难道说保险柜放在他们卧室里？哎，老大，金子香这怎么弄的？行了，北总，这件事情是我的儿子和我的孙女做的不对，我也是管教不严呢。北总，这杯酒就当做我对您的赎罪了。邵老爷子言重，这件事情给你。喂，你在哪？我现在跟朋友在一块。哪在哪？你今天怎么那么关心我？回答我。女的，肖哥哥，对不起啊，那件事真的是我不对，我跟你道歉。说好今天发生什么事情？老大，说什么呢？啊，没什么，走吧。这个就是你说的女的。走吧。嗯。这个就是你说的女的。如果我说我跟她只是姐妹，怎么不介绍介绍？她是我的好朋友。老大，你认识她？其实跟她已经结婚了。什么？老大，你不能因为任务把自己的幸福。我跟他只是临时结婚。临时结婚也不行。临时结婚。老大，你帮他。他中药了。他中什么毒我不管。我今天就是要。放开他。原来是你们给他下的药。原来你们给他下的药。什么药啊？你别冤枉人。我女婿他这是喝多了，
把他交给我。什么？你女婿？我可没有你这个爹。既然我老公喝醉了，也应该由我这个老婆来找，算什么东西？项羽，你给我站住！夫人，老板他这是……他被少将暗算下药了。夫人，要不要送老板去医院？文佳，听他的，回去。是。我哥他怎么了？你哥还中了迷药，被人设下了。一定是你江鱼，你赶紧把我哥放下。放手！放手！我得赶紧带你哥回房间治疗。治疗？狐狸尾巴露出来了。我告诉你，就想占我哥便宜。今天我在这，你就想把我哥带走。赶紧给他弄走。是。你敢？你敢？弄走，哥，哥，他要占你便宜，哥，你不能欺负他，哥，哥，走，去你房间。不，去你房间。果然，保险柜肯定在他的房间。江宇，可以满足你任何条件。是吗？那你去把衣服脱了，在床上等我。放心，我记住了。怎么样，疼不疼？你说的技术好，是这个。不然你以为呢？好了，你现在感觉怎么样？感觉不好。不可能啊，对你的姐姐差不多了。云桐，让我抱一会儿。这飘散的落叶，就像我握不住你。好奇看雨落后。他们都上去两个小时了，李，你上去看看呀。我，怎么，我哥的命是命令我的，就不是什么？不是的，是老板和夫人他们叫。没事，没车，去少家。是。哦，对了，他累了，正在休息，你别去打搅他。他累了。这个客户的教育还是占了我哥便宜。我不想明天在荣城再看到。小哥哥，我错了，想要你肯高抬贵手，我愿意贴身伺候你，我不要米粉。你这么爱伺候你是吧？那好，我便成全你，送他去娱乐会所，让他好好做事。来人！不要，我不要去娱乐会所，我不要伺候别人，我就想伺候你一个人。文东，你不能这么做。文东，闭嘴！若是谁敢再替他求情，杀你们所有少将！你胡走！爷爷，爸，你们救救我，救救我！谁呀、啊？江宇，我安排你和秦老板相亲，你为什么不来？秦家我们得罪不起，你今天要是不来，就损失了和秦家合作的机会。原来是把我当利益工具、啊。
我就猜到你可能不会来，所以我让人把你哥接到了饭店里。喂，臭老头，你到底把我和我哥当什么？阿宇呀，你不要跟爸生气，我也是为了你好。这样，你现在过来就先见个面，说不定就中意了呢。啊，我过来。你要去哪？去相亲啊。什么？你不说你不去了，怎么又去了？你是不是很开心啊？我要是相亲成功的话，就可以跟你哥离婚，你就再也不用担心我对你哥心怀不轨了。那我祝你相亲成功。见机。威哥，他去相亲了。我知道了，五分钟之内给我找到蒋瑜的位置。好的，老板。哥，你的伤恢复的怎么样了？你的药啊，药效很好，要不是你非让我在医院调养，我早就出院了。那就好，我们进去。他之前虽然对我们不好，可他毕竟是我们的亲生父亲。既然他主动与我们和解，那我们就原谅他，好吧？他还真是费尽心思找借口。他，嗯。哎呦，哎，来来来，坐这儿，咱们好好聊聊啊。阿玉，你还站着干嘛？赶快坐在秦老板那儿。怎么，这才刚相亲，你就这么迫不及待的往我他身上塞呀、啊？爸，原来你把我接过来就是为了让阿宇过来相亲。你妹妹在婚礼上被人甩了，名声狼藉，还是秦老板善良，不相信你妹妹。爸，你真的太过分了。阿宇是女作，你不配为人父。哥，哎，阿宇，你怎么来了？结束了。阿宇，他是，那我走。老头，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老公。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你不是说他没有男朋友吗？秦老板。你先别急，依我看，这丫头是故意找个人冒充她的男朋友。老公，你怎么这么晚才来？我差点被那死胖子欺负了。抱歉啊，是我吧。你哪来的兔崽子？远离我的女儿！让我打断你的腿！别管了，我们走。来，你这哥，我们先送你回医院。阿宇，他真是你男朋友吗？不是，他是我老公。我们已经领过结婚证了。你是认真的还是为了报复楚凯？哥，他对你怎么样？他对我很好，比楚凯好一千倍一万倍。那就好，哥哥希望你啊能一直幸福下去。嗯，走。好了，我没事。阿宇，你和那个谁赶紧回去。你好，我叫北景霄，是北市财阀的员工。你姓北？你是北家的人？他只是恰好姓北，跟北家没有任何关系。那就好，那就好。哥，我知道你怕我嫁入豪门受欺负，你就放心吧，
锦霄他们家只是普通的工薪阶层，不会受气的。从今天开始，我就把我妹交给你了。记住，一定不能欺负她，否则我拼了命都不会放过你的。好，我此生一定不会负她。哥，我们还有事儿，先走了。你先好好休息，下周我来接你出院。你这丫头，走吧。好。今天谢谢你配合我演这场戏。你觉得我是在陪你演戏？难道不是吗？啊，你放心，等我治好你弟弟的腿，报复完出来，我就和你离婚。我发誓。够了，李毅，送我回公司，今晚不回家。好的，老板。江宇，只要你开口让我留下来，我就原谅你刚刚说的话。真是资本家，要钱不要命。不过这样也好，我正好去他的卧室找找那个保险。李毅，开车开快点。我哥也真是的，这么晚了还去工作。我去趟你哥房间，去拿趟换洗衣服。甭想进我哥房间，我哥需要什么，我找人去拿就行了。怎么？你怕我进你哥房间？是你哥房间里藏了女人，还是藏了保险柜？别想炸了我，我什么都不会告诉你的。保险柜果然在他房间里。江宇，咱们明人不说暗话，我知道你嫁给我哥的目的是什么。哦，你就是看上我哥钱呗，想勾引他，靠近他，最后成为北市财阀的女主人是吧？你说的没错，我不仅是为了你哥的钱，还为了你哥的身子，我还要为他生个孩子，到时候他就永远没办法摆脱我了。我告诉你，有我在，你的阴谋就不会得逞。是吗？那就看你哥的自制力强不强，能不能抵住我的诱惑。江宇，你就等着我哥跟你提离婚吧。老板，邵氏集团已经被我们北市全部收购，而且邵家人也全部被驱离出工程。你去查一下那个秦老板，顺便做空他们一半的股票。好的，老板。怎么，还有其他的事儿？老板，我下班了，我女朋友还等着我呢。好，那你先下班吧，把车钥匙留给我。哎，谢谢老板。老板，您早点回家，夫人一定在等您。他会等着我吗？老五这个废物，还说需要什么钥匙？不是北锦霄的生日，也不是北市生的生日，难不成是我的？那到底是什么呢？谁？你来我的房间干什么？我。你来我的房间干什么？我。看着我，我要听你的解释。不行，绝对不能慌，
更不能逃。说，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难道被看穿了？我知道，你是为我而来的。啊？还不承认？阿胜说的没错，你的目标是我。没想到还这么关心我，还想给我送衣服。你误会了，我就是随便站着站着。你说的没错，我不仅是为了你哥的钱，还为了你哥的身子，我还要为他生个孩子，到时候他就永远没办法摆脱我了。你还想怎么样掩饰？啊，北师生啊，北师生，我还真是要好好感谢你。是啊，你又帅又有钱，世界上只要是个女孩都喜欢你。我知道，我跟你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你放心，等治好你弟弟的病，我就从你的世界上消失。我允许你把之前的话收回，我允许你喜欢我，只要你真的爱我，这儿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包括我自己。不行，我不能直接拒绝他，我还不知道保险柜的密码。这发展有点太快了，我考虑考虑。哥，希望你回来了。这个卡你随便刷。哥，我上次给你要你都没给我，你怎么能给他？他是我的夫人。不行，我不能花你的钱。你不是看上我的钱吗？其实我有钱。那我把我的钱放在你这儿保管。老板，市场部出了一些问题。好。嗯。说，你是不是给我哥下蛊了？要不然他今天怎么对你这么殷勤？你怎么知道？哼！怎么，你想感受一下？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得赶紧弄到密码，找到小玉佛离开才是。你干啥去？接我哥出院。啊，对了，今晚我不回来，别准备我的饭了。给我盯紧他，江宇。你就等着我找到你的破绽，揣一揣。哥，这是我师父的房产，以后你就住这儿吧。可是。别可是了，等你以后赚钱了，咱们就从他手里买下这栋别墅就好了。嗯，好，我一定努力挣钱，让这栋别墅成为我们两个人的家。嗯。走吧。嗯。江宇，你怎么在这儿？你们能在这儿，我为什么不在这儿？姐姐，你还不知道吧？凯哥哥为了娶我，特意在这里给我买了一套别墅。跟我有什么？姐姐，听爸说你和大哥被赶出了家门，你不会是没了去处，所以只能牺牲掉自己的身体，被人包养了吧？江隐隐，你别狗嘴里吐不出象牙。什么保养？
哪只狗眼睛看见了？我也是猜的，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你是故意的。够了，江宇，莹莹只是担心你，你怎么那么不识好人心？你怎么变成这样了？曾经那个善良的你，到底去哪儿了？曾经的那个我，是我对不住你姐姐，但是。我实在是对凯哥哥情难自禁，如果没有他，我实在是活不下去。对了，姐姐，这个月18号是我和凯哥哥的婚礼，我希望你能来见证我们的幸福。恭喜二位啊！放心，我一定亲自到现场。给你们送上最真诚的祝福。江宇，你想做什么？哎呀，凯哥哥，你那么紧张做什么？我就是想送上我最最最最真诚的祝福呀。凯哥哥，我……咦，你还好吧？江宇，江宇。阿玉，阿玉，没事，你放心。都这个样子了，还说没事？我带你去医院。哥，哥，我想回去休息了，你带我走吧。好，哥带你回去。王少爷，大夫人晕倒了。我知道了。我到底要不要跟我哥说？哥，帮我下来。哥，你会不会觉得我很有心机啊？没有。我只是觉得我们阿鱼啊，长大了，懂得保护自己了。哥，你放心，我一定会保护好自己，也会保护好你的。凯哥哥，姐姐真的好惨，她失去了你，还被我爸赶出了家门，真是可怜。要不，你还是把她给接回来吧。莹莹，你在胡说什么？我们都快结婚了，我怎么可能会把她接过来？再说了，你这么善良，可以容忍她，我可容忍不了她会像爷那样欺负你。凯哥哥，你对我真好。江鱼，跟我斗你还不够格。你干嘛呢？没干嘛，哥。他呢？他今天去接他哥出院了，他说今晚也不回来了。而且什么？而且他今天因为地下都晕倒了。你怎么现在才跟我说？我这不也刚知道。把他定位发给我。紫园一号，你身上还有多少秘密是我不知道的？你说，我妈一直吃着降压药，怎么说瘫就瘫了呢？都是我不好，把阿姨给气着了。这事不怪你，要怪就怪我不够坚定。老太婆，谁让你阻止我和凯哥哥在一起的？当初对你下手，实在是迫不得已。阿姨，我真的很爱凯哥哥，没有他我活不下去，求求你成全我们吧。江莹莹，我告诉你，只要我活着一天，我楚家绝不会让你这么有心机的女人。你。
妈，妈，林颖，快去找江阿英，快去！凯哥哥，哎，莹莹，你今天有没有注意到江修子的脸突然好了，还一点疤痕都没留？我想，这个世界上拥有这样医术的人，应该只有那一个人。神医圣手，我觉得除了那位，应该不会有其他人有这样的本事了。只要我们能够找到神医圣手，阿姨，阿姨的病就有的治了。是啊。不行，我绝对不能让这个老太婆恢复，要不然她一定会再次成为我和凯哥哥的绊脚石的。只是我怕江云他不愿意说出口，而且我怕他说出口的代价是让你取消我们两个的婚事。算了，凯哥哥，你去联系一下江鱼吧。只要江鱼肯说出来，能治阿姨的病，就算让我离开，我也愿意。傻瓜，别胡思乱想，我是不会让这种事发生的。就算他不帮我，我也不会抛下你的。江鱼，你永远都不是我的对手，这辈子你注定要被我江莹莹一直踩在脚下。我在门外。什么？下这么大雨，也不知道带把伞。刚才没下。那你怎么来了？因为你弟弟的腿。哦，不是的，他没事。我给你送药。我会医术，会自己治。可是我想你。那个药我就收下了。你浑身湿透了，我给你找身换洗衣服，你先去洗澡吧。这儿暂时只有这个，你先凑合着穿吧。这个。爸，走。喂，楚凯，有什么事儿吗？什么？你在我家门口？等会儿。身体好些了吗？你还会关心我吗？我以为只会关心那个绿茶呢。江宇，你能不能不要总用绿茶来侮辱云影？啊？他不是绿茶，他是渣女小三。你小点声，我哥在休息，我可不想让他看见你。说吧，什么事儿？你哥的脸是不是神医圣手治好的？差不多。那你能不能？不能。哦，你想让我请神医圣手出山，是你妈的病。只要你能请得动神医圣手，条件你看。确定。除了和莹莹分手。可我只想让你跟江莹莹分手，其他的我也没什么可提的呀。江宇，你就这么放不下他吗？这不可能，我爱他，我这辈子都不会跟他分开的。那你以前还说过，这辈子只爱我一个人。那还不是因为你变了？
变得那么恶毒。江宇，你一次次在伤害莹莹。涂凯，你等着，我会让你看清真真面目。你要做什么？我警告你，你要是敢对莹莹做什么，我一定会。我困了，有什么事儿等你们结婚那天，婚礼现场再说。江宇，你敢？敢不敢？18号你们就知道了。好，江宇，你要是敢乱来，我一定不会放过你。快走，不然叫保安了。东西拿上。你真的要去婚礼上求婚？你怎么还没洗澡换衣服？回答我！我当然要去，明明是江云影在我婚礼上抢婚，我当然还回去了。你怎么样？阿鱼，你房间怎么这么大动静？哥，我没事儿。我刚刚不小心撞到花瓶了，你先回去休息吧。你开一下门，让我进去看一眼，不然我拿钥匙开门了。先坐下。你就这么怕我见你家里人？不是，我怕我们俩离婚的时候，我哥已经……你把我当成什么人？阿鱼，阿鱼，不要无理取闹，有什么事一会儿再说。阿鱼，哥。我已经休息了，刚刚腿抽筋儿啊。那我跟杨安。啊，不用，不用，我现在已经没事了，你赶紧回去休息吧。那就好，你有事一定要给我打电话，听到吗？嗯。起来啦！北锦霄，怎么这么烫？发烧了？我去给你拿退烧贴。你就这么忘不了他是吗？他？谁啊？你说的是楚凯啊？是，我忘不了他，当然忘不了他。像他这种瞎眼渣男，这些年一直让我给他小三抽血，害我落得那样的下场。怎么可能忘得了他？你说的这些，我能相信。我说的都是真的，你要不相信的话，我也没有办法证明。你有办法证明。阿玉啊，快点过来吃饭了。哥，他怎么在这儿？景霄怕你在我这儿吃不好饭，一大早特地送来了早餐。阿玉啊，今天开始呢，我就要忙公司的事情了，没空照顾你。今天晚上你就别在我这儿住了，跟景霄回去吧。啊，公司不是还没有注册吗？这得多亏了景霄了。今天早上景霄已经托人帮我注册好了，就叫于美人婚纱。哥，你不用这么客气，以后有什么事情尽管开口。去，你到底跟我哥说什么了？这么棒的男人之间的秘密，
怎么样？漂亮吧？打扮的这么好看，哪像去破坏婚礼的呀？简直呀，去抢新郎的吧？你的意思是说，看着像去跟江阴抢楚凯的？不是吗？当然不是了。那个渣男眼盲心瞎，都害死过我，差点害死我。我要是再喜欢他，我就是脑子有病。那你为什么还去找他？我当然是去破坏婚礼了，仅此而已。仅此而已啊。你真的不需要我们一句吗？不用，你相信我，给我30分钟，我能把那婚礼搞得鸡飞狗跳。好，超过30分钟，你要是不出来，我就进去。嗯。准备的怎么样了？万事俱备，就差大爷的表演了。江宇，这次一定替你报仇。老大。我好歹是世界顶级黑客，你让我干黑别人婚礼这种小儿科，还不如直接让我破解密码。你就别逞能了，雷锦霄的保险柜如果强行，只会产生自我程序。那怎么办呀？拿不到密码，难道一直要待在他身边吗？只能走一步看一步。走。这个狼武调查了怎么了？据我调查，狼武是个孤儿。他在孤儿院的时候和同一批孤儿都接受过一个秘密组织训练，后来成了一个特工。这是资料。狼武为什么要叫蒋鱼叫老大？这个暂时还并未查到，但是在狼武的组织里确实有一个老大叫孤狼，但是在一个月以前行动里被炸死。哦对，我还查到夫人在没嫁给您之前和这个狼武并没有什么接触。你怀疑狼武是想从我身上得到什么，所以利用了蒋玉。老板，现在需要我带人冲进去吗？再等等。请新郎新娘交换结婚戒指。等一下。江鱼，你来做什么？这里不欢迎。我说楚海，你这是怎么回事？我可是收了请帖，交了份子钱，专门跑过来祝福你们二位。江鱼，你要干什么？有我在，你别想破坏你妹妹的婚礼。爸，你可真偏心。当初我结婚的时候，也没见你出头露面啊。这下精彩了，俩姐妹抢一个男人。你闭嘴！莹莹和小凯是真心相爱，都是你横插一脚。果然啊，江鱼就不是什么好东西。我江院长是做了什么你？竟然生了你这个祸害！作孽，这句话应该由我来说吧。江鱼是做了什么样的孽，才会投身到这样的家庭？你个逆子！爸，你别生姐姐的气，她可是亲生母亲去世了很久，这块家产啊！江鱼，江鱼，你竟然敢打我！你个混账东西！岳父大人，来人，保岳父大人掐死下去，快！给我妈道歉，要不然你的下场就跟江天成一样。道歉！对不起，姐姐。我不应该侮辱你的亲生母亲。够了，跟这种人道歉，他不配。江宇，你现在给我滚出去！
否则别怪我对你不客气。保镖，老板，需要我带人冲进去吗？ 再等等，我就是来送礼送人物。江宇，你到底想做什么？天哪，江宇居然换掉了他婆婆的药！ 果然，最毒妇人心啊！莲影，这个视频是怎么回事？凯哥哥，这不是我做的，我不知道。你给我解释一下，这视频到底怎么回事？江宇，这视频一定是你伪造的。视频就在这U盘，如果你不信的话，可以找专业人士来鉴定。 江宇，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打的什么主意，这 U 盘里的视频一定是你伪造的。凯哥哥，江宇他就是故意把这个 U 盘给你，不管鉴定结果怎么样，只要你拿去鉴定了，那就是对我的不信任。他就是想故意以此来破坏我们两个的感情，你可千万不能中了他的计呀！爷爷，我相信你。 早晚也会被这个眼下心魔的渣男气死。不管你信不信，礼我送完了。走之前，我祝你们俩白头偕老。这还没到时间，你怎么来了？我来帮你。江宇，不就是演戏给他们看吗？好啊，我愿意。 老大，不能答应他。他是我的女人，他是我老大。小五，老大，你回去。江毅，有意思。从哪儿找的牛郎？不来我这里也找不到他。你嘴巴放干净点。 我老公干净着呢，不像某些种马处处留蹄，还跟自己小姨子杠上。江宇，我劝你嘴巴不要那么恶毒。我也奉劝某些种马。江宇真是大气，妥妥的大女主啊，佩服佩服。老婆，走，咱们回家。 凯哥哥，那我们的婚礼还……对不起各位，由于今天耽误了吉时，我和江莹莹女士的婚礼会择日通知大家。江宇，今日之仇，我若不报，誓不为人。 你很喜欢？这枚戒指的款式很别致。今天谢谢你啊，这枚戒指还给你。我被景霄送出去的东西，哪有收回的道理？从今以后，这枚戒指不许摘下来。老板，这是您要的视频鉴定结果。 莹莹，我，凯哥哥，你竟然真的去做了鉴定，你不相信我？
我不是这意思，你听我解释。你别过来，凯哥哥，我每天为阿姨穿衣喂饭的付出，还比不上江宇给你的一个假视频吗？喂，凯哥哥，我不后悔爱过你。你不要再想谢莹莹，我只希望下辈子第一个遇见你的人是我。莹莹，莹莹，你醒醒！叫救护车，快！莹莹，凯哥哥，你为什么要救我？你让我去死！你不要！莹莹，你怎么那么傻？我说过，我只会爱你一个人。凯哥哥，你骗人！莹莹，对不起，我错了。把今天就给我毁掉。是。阿凯，你怎么这么糊涂？这都是江鱼的阴谋，事情闹到这个地步，莹莹差点自杀死掉。爸，我知道错了，我已经跟莹莹好好道过歉了。光道歉有什么用？你欠莹莹的婚礼怎么说？我想好了，我要换她一个盛大的婚礼，好好补偿他，这还差不多。这个月28号是好日子。这个月会不会有点赶啊？只要用心准备就不算赶。好，我这就去准备。莹莹，你怎么这么傻呀？爸，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嗯，不过听你这么一闹，竹还算是相信你了。此仇不报，我实在咽不下这口气。爸，你帮我做一件事情。你说，只要为了你的幸福，我什么都愿意干。这不太好吧？阿鱼毕竟也是我的亲生女儿。你还说你最疼的是我，到最后你最疼的只有江宇。好，我答应你，我这就去找秦老板商议。呵，今天的娱乐版新闻头条女主人公胜利归来。看看，这是哪来的？怎么了？有问题吗？你哥送的。哥，你怎么能把这戒指给他？这是奶奶去世前留给你的，只能给孙媳妇儿。什么？这枚戒指，我不能要。给你就是你的。这是给你命中注定的人的，你怎么能随随便便给别人呢？你就是我命中注定的人。哥，你怎么这么恋爱脑？他配不上你的。对，你弟说的对，我配不上你的。我其实就是来偷个小玉佛，并不是来偷你北大财阀家主的心的。其实什么？其实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对，我有喜欢的人了，所以你去喜欢别人吧。欲擒故纵。这女人的心机果然不是一般的深。是谁？我的一个青梅竹马，五岁之前就认识了。你说的是狼舞，那个黑客特工。你调查他？据我了解，你和我结婚之后，你才跟他有接触的。我们很早之前走失了，最近才遇到的。那也晚了，你现在已经跟我结婚了，你是我的妻子。只要我不离婚，他永远是陪的。老板，不好了，夫人的哥哥在紫园一号被一群记者围堵了。什么？哎呀，高兴了，朋友，是我教唆吴芳啊。江鱼就是被人包养在这个别墅里，是我江家家门不幸啊。爸，你在胡说些什么？我胡说？这个大别墅就是秦老板买来给江鱼的，他都承认了。这个
就是包养江鱼的秦老板。来，秦老板，你们看，你这狗东西，竟然敢包养我的女儿！哎，江老板，这都是我的错，我发誓，我一定补偿你和江鱼的损失。你们俩演的可真好。你想干什么？江鱼，你要干嘛？难道你要当着诸位记者的面谋杀秦老板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你得问江先生、秦老板了。说，到底怎么回事？现在就送你去公安局。我说，都是江天成让我这么干的。滚蛋！我要秦氏三分钟之内得逞，顺便报警。是，老板。敢觊觎我的女人，找死！你胡说！你包养我的女儿，还诬陷我，我要证据。秦老板，你不是看上我女儿江鱼了吗？只要你配合我演一出戏，把她名声搞臭，就没人会要她了。到时候她不就只能嫁给你了？这可是惊天大新闻呀！快拍快拍！江天成，你果然不配为人父！从此以后，我和阿宇与你再无瓜葛。泽儿，是爸错了，你原谅爸爸。哥，这种人不配你动手。什么？这公司好好的，怎么会破产呢？警察先生，就是他们。今天的事，谢谢你啊。这是谢礼。怎么，你还想要什么？你不要得寸进尺。我今天花了2亿，搞垮了秦世杰。老板，你们要保释。不好意思，老板，我身边没证件。下次记得敲门。好的。说吧，什么事？江爷要保释江天成。什么？我好不容易把那老子送进去，就要把他放出来祸害人，不行。听夫人，顺便查一下江氏集团的财务，还有投资等漏洞，务必让江天成在牢底坐穿。好的。难道你不会觉得我心狠吗？我只是觉得你对江天成太仁慈了，他若不是你的父亲，我早就让他尸骨无存。往前的卡坦古美那松好古的哈狗往前去谢谢你让我感受了一把上头有人的感觉，这还是我第一次有安全感。只要你对我敞开心扉，你就会发现我一直在你身边。如果不是为了小玉佛接近你，我想我一定也会爱上你的。爸，你怎么能连这么一点小事都做不好？
莹莹，爸知道错了。我听说警察正在查我们的公司，你一定要把爸给救出去啊，不然的话我就要在这里待上一辈子啊。好，我会想办法的。你这么没用还出来干什么？就在里面待一辈子。你可以尝试站起来。我来扶你。哥，太好了，我能站起来了。哎，你先别急着走路，慢慢来，很快就恢复的。你和神医圣手是什么关系？对呀，我哥请来的专家都说我这双腿没救了，除非神医圣手出手。我是神医圣手的徒弟。难怪医术这么高明，不过等你把我腿治好之后，你就可以和我哥离婚了。你们看我干嘛？难道我说的不对呀？你说的对，我已经向渣男复过仇了。等你的腿一好，我就立马卷铺盖滚蛋。去哪？不行，我得赶紧想办法从他嘴里问出密码才是，要不然雷时深马上就赶我走了。我去药店给你弟弟捡药。哥，你真的爱上他了吗？嗯，可是他并没有打算爱我。哥，你这样会受伤的，我一定会让你认清这个女人的真面目。老板，有新消息。小玉佛。一个月前，老五曾在黑市买过关于小玉佛的消息。难道说你接近我真的是为了帮他拿到小玉佛？夫人，老板他喝多了。什么应酬啊，喝这么多。夫人，那老板就先交给你了，我先走了。哎，梅姐姐，梅姐姐，醒醒，醒醒啊！别走。既然你这么喜欢我，乖啊，乖，那你是不是什么东西都愿意跟我分享啊？对，只要你说出来，你想要什么，我都愿给你。他是孤狼，你只有拿到小玉佛才能知道自己的身世。那你知道保险柜密码是多少吗？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天。那一天是哪一天？你想知道？可我就是不告诉你。哎，梅
雷锦香，雷锦香，真是个守财奴，做成这样都不告诉我。去给我查顾郎的所有信息。阿宇啊，我让你和景娇过来帮我拍组婚纱照当宣传片，你叫你朋友过来一起拍，这算怎么回事？哎呀哥，景娇她太忙了，实在是没时间。你放心吧，景娇她是不会介意的。哎，你这丫头。哥，行吧。老大，保险闺蜜码的事怎么样？别提了，她压根什么都不说。老大，要不你就别去寻找自己的身世了，这样糊糊涂涂过着不也挺好的？是挺好。可我还是想找到梦中那个大哥。哥哥，等我长大了，我会不会像风筝一样飘走？不会的，我会牢牢抓住你。那怎么拉钩？一言为定，你可不许把我弄丢了。哎，老大，那都是小时候承诺的口头娃娃亲，说不定啊，人家早就结婚了。那就等找到了再说。哎，你跟我哥说一声，我有事先走了。哎，老大，你快快开车跟上他。这下我哥终于认清你的真面目了。人呢？二少，我明明看见大夫人走进来了。二少，这么巧啊，这么犄角旮旯的地方也能遇到你。我闲着没事过来转转，怎么不行吗？没事吧？没事。行。他们的目标是我，你赶紧走，给我哥打电话。你太天真了，你觉得他们会放过作为目击者的我？你想办法跑啊！我要护的人，谁也拦不住。敢动我的女人，找死！哥，你没事吧？没事。哥，雷锦香，李毅，收拾他们。家属让开，病人需要手术。停！干什么？你得赶紧做手术。回答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就是给我哥婚纱店拍的宣传照，我把他当弟弟。那好，等我出来之后，你也要陪我拍婚纱照，听见没有？好，你说什么我都答应你。你得赶紧做手术。再这样下去，你会失血过多的。家属让一下，病人需要手术。哥，走。
你醒了？你感觉怎么样？有哪儿不舒服？你照顾我了一夜。嗯。谁让你替我挨了一刀？我自愿的，为了你，我要付出整个生命。可是，你并不了解我。不过，相信我，我比你更了解你自己。老板，孤狼就是二十年前在那场大火里失踪的顾家小姐顾征儿。但道上传出他在一个月前的行动里被炸死了。什么？孤狼一定是个成狼。可他为什么不认我呢？根据孤儿院的院长说，他当时被送到孤儿院的时候，因为在大火里受了惊吓失忆了。征儿，我北京想永远都不会放开你的。说了吗？你今天就算是打死我，我也什么都不会说的。了结了韦二少的性命，我说的可都是实话呀！我你妈生的腿也是一种笨，是不是？都是我的错呀！当年是因为我贪财，才犯了如此糊涂的事情。求求你，求求你饶我一命啊！饶我一命！把他的腿给我废了。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一次就好。滚！青青，你也来玩啊？啊？这什么意思呀？不是，干嘛呀？竟然敢伤阿少的腿，还想要了他的命？不是，是不是有什么误会？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事儿。我错了，我知道错了，我不应该觊觎你的位置，更不应该拿阿舍来对付你啊！饶了我，我真的错了。自费两刀，我还能留你命？不是，这种咱们都是一家子人，对吧？没必要，我真知道错了，你就饶了我。报警！把北一鸣在北市这些年贪污挪用公款的问题一并交给警察。好的，老板。
放刀！是两条腿。去，给北上叫辆救护车。再过几天就能扔掉拐杖了。那个，你想说什么？那个什么，等我腿好了，运动。之前不是一直要赶我走吗？为什么突然留我呀？我哥喜欢你，我也没那么讨厌你吧？你们可以出去看。救了你一命，你这态度还真是180度大转弯。你到底答不答应啊？答应，还是不答应？你答应也不是不行，只不过……只不过什么？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你说。加保险。你问这个干嘛？哎！你都让我跟你哥处对象了，我还不知道你家里哪。毕竟我可是神医圣手，找个身价太低的。这个理由倒说得过去。那密码到底是什么？哎，你真不知道。耍我！走吧，你答应过我要一起拍结婚照的。真有我是你。乖，等拍照完了，我让你从保险柜里面挑一个保护。那还等什么呢？走了。哥，希望你们能够永远幸福下去。来，你们挑选你们的衣服吧。我就穿他身上这一套。可以，没问题。终于，又是你，怎么哪哪都有你？彩哥哥，这里面的婚纱好漂亮呀，我们也进去试试吧。好啊，你看看。这件婚纱真的好漂亮，阿玉，它是我专门为你设计的。阿玉，你们来干什么？哥，你看你这话说的，我们来这里肯定是来买婚纱的喽。你们走吧，今天不卖婚纱。萧修泽，你什么意思？看不起谁呢？我今天就是不卖给你们。哥。做生意哪有拒人千里之外的道理？这样吧，都是熟人，婚纱随便挑，一律80%。我就要你身上这件。不行，它是我专门为阿鱼设计的。凯哥哥，人家就要这件嘛。这件婚纱我要了，你马上投给莹莹。你。哥，你带楚少去结账吧。这件婚纱嘛，它原价1000万，打80%，那就800万好了。什么？800万？你怎么不去抢啊？看吧，江莹莹，你的凯哥哥根本就是在给你画大饼。
他不爱你，否则怎么会连800万都不愿意给你花呢？开哥哥，你之前说的都是骗我的吗？当然不是，值这件婚纱不值800万啊！我不管，你不给我买，那就是不爱我。好，我买。请吧，这边结账。看吧，凯哥哥还是爱我的，赶紧把你身上这件婚纱脱下来。是，像他这种脑残就配这种绿茶，我马上脱下来给你。你跟江鱼是假的吧？他给了你多少钱？我给你双倍，你们两个人分手。他不需要给我钱，我倒贴给他。我们去吃饭吧，今天心情很好，应该能吃很多。今天我请客，毕竟啊，今天挣了不少钱呢。那我要吃大餐。没问题。怎么？二位打算一起？哼，我们走。哎，你挂结婚照干什么？从领证到现在，我们一张结婚照都没有，我觉得不太合适。反正都要离婚了，挂些照片有什么用？你说什么？没什么。你想要送我什么礼物？这是什么？保险柜，里面都是我收集的宝物。这样的话会不会不大合适啊？没事儿，你是我的妻子，我不应该对你有所隐瞒。密码是我们结婚纪念日，你来说。什么？结婚纪念日？怎么了？你忘了？没有，没有。唉，枉我孤狼一命一世，竟然忘了这个重要的日子。这个风筝，我好像在哪见过。这个我可以打开看看吗？当然。果然在这里。江鱼，你是我的真儿吗？这是干嘛？这个是我的宝贝，你看。还刻着我的名字，真儿。今天是情人节，我就把它当作信物送给你。等你长大了，就拿着它来娶我，记住了吗？记住了。哎，对了，你可不能娶别人哦，不然的话我会生气的。你可以把它送给我吗？你想要这个？嗯。除了这个，剩下你随便挑。这东西对你很重要。嗯。你认识这个东西？不认识，我怎么会认识？我就是觉得它挺好看的。它是我一个熟人留下的，我不方便给你。熟人？你认识小玉佛的主人？他原来的主人已经去世了。知道小玉佛原来主人的名字？你会不会学？你对他的主人这么感兴趣？没有，
我就是好奇，随便问问。那你可以借我戴戴吗？可以，但是我有条件。什么条件？一年之内不许离开这，要不然你带着小渔夫跑了，我去哪找你？好，我答应你。好，签合约。嗯。这没什么事的话，我先走了。正儿，这辈子你都不会逃走我的手掌心了。老大，这小玉佛上除了正儿两个字，再没有其他有用的消息了。嗯，不过北景香好像知道有关小玉佛的信息，但他不大愿意说。他不愿意说，那我就自己查。我这就去。小五，谢谢你。哟，真是冤家路窄啊。江宇，你挺有心计啊，不仅搞到了视频，破坏了我和凯哥哥的婚礼，还脚踏两只船。还是你够狠，竟然想到自杀来化解这种。你个不孝女，居然把爸送到了监狱。是我送的，还是你送的？别以为我不知道，江天成诬陷我的主意是你出的。哼，是我又怎么样？只可惜他太没用，没能把你的名声给搞臭。这要是让江天成听见了，该有多伤心！他搁在心尖上宠的女儿，竟然这么心急他。你少在这阴阳怪气，反正你永远也别想破坏我和凯哥哥的幸福。是吗？后天就是我和凯哥哥重新举办婚礼的日子，怎么样？无论你怎么破坏，凯哥哥依旧爱我。你有病吧你？你找我来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个？你就不怕我再去破坏你的婚？你敢？这个点啊，凯哥哥应该来了。丽娅，你干嘛？才刚出院，有事劝我来啊！凯哥哥，我怪姐姐，咖啡是我自己泼的。事到如今，还在替这个恶毒的女人讲话？凯哥哥，对不起，是我惹姐姐生气了。江玉，你敢说这个事情不是你做的吗？嗯，不是我做的。好，你敢！你没事吧？没事。真是阴险！你说什么？金莹，你别跟我说这事情是假的。跟我没有关系。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这么做？那还不都是因为你？口口声声说你把江宇给忘了，可是你真的把他给忘了吗？没见婚纱就因为江宇穿过一次，你每天都看着他发呆。你，对不起，是说过。你妈也觉得我有心计，不想让我嫁给你，
所以说我才把你妈的药给换掉。可是我做这一切都是因为我爱你，我想要嫁给你啊！好、哦，果然是你，果然是你，我要掐死你！果然是你，楚凯，楚凯，够了！蒋莹莹，从今以后，你我再无瓜葛。凯哥哥，你不能抛弃我，是你说过你会娶我的。滚！好了，咱们坐吧。嗯。江宇，我变成现在这样，全都是因为你。比我更惨的。你为什么会出现在那里？还有监控视频。因为那家咖啡厅是北市的产业。那你岂不是听到了我跟狼舞？嗯。你不是想知道有关小玉佛的信息吗？我现在就带你去了解当年的真相。哥，江鱼，你们快来呀、啊！哥，佳姐，你们快来呀、啊！我是正儿，正儿，你想起来了？那你能想起来我是谁吗？没关系，我们时间还很长，慢慢想。哥，哥，你和江宇也放过来，我去城里拿瓶水。嗯。你抓好线啊，要不然风筝会飞走的。我一定牢牢抓住手中的线，绝对不会放风筝离开的。哥哥，等我长大了，我会不会像风筝一样飘走？不会的，我会牢牢抓住你。那怎么拉钩？一言为定，你可不许把我弄丢了。大哥哥，正儿，想起来我是谁了？你是大哥哥，正儿，你是正儿姐，正儿姐。你是怎么从那场大火里逃出来的？这还得多亏这只风筝。后来呢？后来我不知道被谁送进了孤儿院，再后来我加入了组织，就成为了特务孤狼。那你怎么又成江鱼了呢？一个月前我出任务脸被炸毁容了，正好碰到江鱼去世，为了避免被人报复，我就整成了江鱼，继续以他的身份活下去。正儿姐，你过得好辛苦啊。对了，大火的原因找到了吗？是线路老化，你爸妈他们不幸遇难。
当时我哥也以为你丧生了，就在废墟当中疯狂的找你，最后只找到了这张婚纱。金小如，谢谢你。喂，怎么了？老大，我知道你的身世了。你叫顾征儿，是荣城顾家大小姐。你都知道了？我还知道跟我有婚约的大哥哥就是北锦霄。你怎么连这个都知道了？那你下一步怎么办？能怎么办？当然是履行约定，嫁给他。哥，就这件吧。阿宇，你们就不能再晚一个月再结婚？到时候我专门为你设计的婚纱就赶制出来了。哥，我就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嫁给锦霄哥哥。再说了，这些婚纱都是你亲自设计的，我觉得都很漂亮。可是这……哎，哥，别可是了，我就要嫁给锦霄哥哥，我求你了，我明天就要嫁给锦霄哥哥。阿宇，你穿这件吧。竹凯，你过来干什么？哥，我是来道歉的，对不起，阿姨，之前都是我的错。这件婚纱就送你当结婚礼物吧。等等，竹凯，我向来恩怨分明，既然你送了我这件婚纱，那我也送你一件礼物。这是神医圣手配制的神药，应该能治你妈妈。谢谢你，阿姨，谢谢。喂，我马上出来了。哥，我得去跟锦霄走一下婚礼流程，我先走了。快去吧。江宇，你快去死！周二，小心！在知道你是大哥哥之前，我就喜欢上你了，因为你是第一个保护我的人。我们俩好不容易遇到彼此，我已经不想给你错过每一秒。锦霄哥哥，我求求你，你快点醒过来。你要是再不行的话，我就不要嫁给你。你醒了？这辈子只能嫁给我。请新郎和新娘交换戒指和信物。征儿，这小渔婆终于物归原主。大哥哥，我终于嫁给你了，从此你再也别想逃出我的手掌心。下面，新郎可以亲我新娘了。